明星群力榜，用数据说话，与粉丝同心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能够连续4年获得这个奖项，真的非常开心。感谢你们每一天为我投票，这份沉甸甸的爱我已经收到了。新的一年，我也会继续努力，好好学习，用心拍戏，用心做音乐，带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作品。我们一起加油！在这里，祝所有的粉丝们在新的一年健健康康，万事如意。千万不要吃胖了。